OK， 我们在这里等了15分钟，然后发现教室的门上写了课被取消了，所以这个老师也不 email 通知我们，就他好自由，就贴了张纸在教室的门口上面。我天哪，太绝了！我今天停在离教室30分钟的地方，我忙那个走路30分钟的地方，走了30分钟过来。然后在这等了15分钟，又得走回去，走30分钟再开车回家。我的天哪，我今天在干嘛？等一下，我的感受，感觉非常开心，竟然2周都没有上过课。那上周也有一节同样这个老师的课，上周那个老师就发 email 就说他生病了，但这周为啥他我走到不发 email？ 我们现在我苦命的姐妹两个。我们上课之前刚刚说到疫苗，说我们有一节课取消了，就这个老师他生病了，但是也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偌大的校园里面没有能够让我们上的课。嗯，我现在太不行了，我们已经坐在这里坐了一个小时了，真的半个小时，但是已经纠结了2个小时了，很想上 studio， 但是他对我们真的很想上自己的专业课，我们真的很热爱自己的专业课，但是他现在没有专业课让我们可以上。现在放学了，买了杯奶茶，然后现在走去停车的地方，开回家大概。走过去八分钟，走过去8分钟，然后开车回家是半个小时。我现在全副武装着，今天是周三，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学校的农场这边听一个还是2个艺术家的那个分享会座谈会。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在干嘛，好像就是在拔草，拔的是什么草也不知道，就是说是要什么感受大自然，就是来让我们干农活来了。Hello， 大家好，我现在不敢把手机举起来，因为四面八方都是人。我早上已经挤走了15分钟吧，走了15分钟的路，然后终于还有3分钟就要到教室了。熟悉的。那个叫什么，这也是教学楼的宿舍，你还买了咖啡，谢谢。二十五分钟不到了，二十号得着急出门，怎么走？谢谢，我真的就是在那边上课，真好看，谢谢。颤抖的手。哎呦，这个就能看出你的人生态度，你知道吗？就是个不扎实的人。说明我是有胆巧，我就只要给两个，总会有一次是对的。这一把很机灵。刚才谁放的？刚他。我放的，好的。放盘。还是没看到什么意思啊？就我这边我没有看懂，就是他刚刚这个不是5个香蕉这么放着吗？然后他刚刚不是这里有香蕉吗？然后他一旦把这个香蕉给 cover 上，墙上只有5个香蕉。哇！就没那个脑子玩。呀、yeah, ，你确定你学那个艺术的吗？他玩这个就很 aggressive， 我发现。
开始。要先讲一下这个蛋糕的坎坷的经历吗？这个蛋糕的坎坷经历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这两位这个摄影师同学和这种身边这位同学，他们俩就是合起伙来了，去帮我去当趟买的生日蛋糕。对呀，来，讲这个很没有，哎，你到时候自己披一个蜡烛在上面，来。12点半，然后我们刚印刷完，还其实还没有印刷完，我们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然后我们现在1点半，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个披萨，因为我们2点就要上课，所以时间还是挺赶的。然后我来 locker 这边穿个衣服。在对面的披萨店买的披萨，然后在这边吃。All right, UBC. UBC, we got one more joint for you guys, yo. We got one more joint, yo. Y'all still with us? Y'all still rocking with us? Okay, bless, perfect. We got.